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上个礼拜去了美国一趟，结果回来之后我的 sleeping schedule 整个就是 totally messed up。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蛮糟糕了，因为我白天跟晚上都还没有调整过来。然后有时候因为工作事情，我可能又不小心熬夜到2点、3点，或甚至是我要调闹钟4、5点起来，就是 check 一下东西什么之类的。好，这个你们都不需要知道。重点就是我最近的睡眠时间非常的 messed up， 导致现在的时间是快要1点，然后我的精神还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大家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没错，我要打算运动一下。不过我有一点懒的，就是你知道1点了，我还要走出去，走到健身房，然后 you know the whole shit。所以我决定自己在家 set up 一个瑜伽的，就是氛围。那今天为什么做这支影片呢？今天其实是跟 Glam Glow 做合作，要来分享他们家的这个 Berry Glow Probiotic Recovery Mask。这个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我其实在上一个 vlog 里面有提到，我有试用过。那试用过后大概2个礼拜之后，我发现，我是真的就是打从心底还蛮喜欢的，所以呢就决定跟他合作啦。那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我在敷着面膜的10分钟之内，我要挑战5个瑜伽动作以及附带的小挑战。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就是大家等下看了就知道了，好不好？那在进行挑战前，我们就先来快速的敷一下面膜。我每次这样绑起来都觉得自己很像一颗蛋，然后我等下剪片的时候一定觉得自己很丑。那在挑战之前呢，我当然就是要很敬业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产品。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是一个很漂亮的，算是 hot pink 的莓果色，然后刚好呢跟我的保温杯是同一个色系的，它们整个就是失散多年的姐妹，你知道吗？先给大家看里面，其实这个是很 liquidy 的，所以它敷起来真的很轻薄、很清透。我等下敷给大家看就会知道，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点就是一粒一粒的那个就是莓果的成分。有些面膜你就会觉得它就是有一层东西在你脸上，但是这个啊，你把它这样均匀的敷开之后，它完全清透到我没有什么感觉。面膜里面除了有莓果成分可以补充肌肤的能量之外，它里面的乳酸菌也是可以强化你的肌肤状态。如果你有皮肤敏感的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就是它可以稍微改善你的敏感肌问题。那这一款因为它的质地很轻薄，所以我习惯都会稍微比平常再厚擦一点点。然后这一款闻起来啊，就像是蓝莓 yogurt 的味道，完全不会有那种就是化妆品或是保养品的那种品味。哎呦，一语双关的我。最近你看我最近的睡眠状况太差了，导致我的黑眼圈重到一个不行，连那种遮黑眼圈的擦擦笔都救不了我。那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近照，这个是面膜敷上脸的感觉。那我今天的挑战呢，就是要在10分钟之内完成5个瑜伽挑战。我等一下把挑战的内容都放在荧幕上面，就是以防我等一下手忙脚乱，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给大家听。哇，好紧张哦！我很久没有做瑜伽了，你知道吗？来，大家准备好了吗？3、2、1，好。首先第一个呢，是我要边做 headstand， 然后边念英文的绕口令。来 ，Peter Piper picked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Did Peter Piper pick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啊 ！Peter Piper picked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Did Peter Piper pick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If Peter Piper picked a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where's the pack of pickled peppers Peter Piper picked? 赞赞，好。第二个挑战是我要边做 crow pose， 然后边吸起我前面的面纸。好，面纸1张。哇，挑战。啊！好。哎，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哎。第三个是什么？好 ，Dancer's Pose， 脚要超过头，超过15秒，然后自拍1张。好，来咯，我哪边比较好？这边，等一下，这边好像好一点。我几百年没有做瑜伽了，好。3、4、5、6、7、8、9、10、11、12、13、14、15。啊！我为什么要出这些问题难倒自己啊？接下来呢，我要挑战做一个平衡式，然后把上面的 application instruction， 哪只脚比较稳啊？ Oh my gosh， 太难了。Apply an even layer to clean skin. Apply an even layer to clean skin. Leave on for 10 minutes. For best results, tissue off and smooth in any excess. If desired, you... 换只脚，换只脚。OK。Apply an even layer to clean skin. Leave on for 10 minutes. For best results, tissue off and smooth in any excess. If desired, rinse and pat dry. Follow with your normal skincare routine. Ouch! Oh, 我的屁股好痛哦！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我要做下腰，然后唱弟妹最好的样子的副歌。弟妹 ，I love you。 我就是要有一点调皮，我就是要有一点好奇，我就是要有一点的情不自禁，这就是最好的自己。12 seconds later， 我发现我刚刚唱错歌词了，所以再来一遍。好。 我就是要有一点调皮，我就是要有一点好奇，我就是要有一点的情不自禁，这就是最好的自己。我就是要多一点迷，我就是要多一点的任性，我就想要你多给我一点真心真意，让我看见最好的你。Okay, guys. 现在呢，我还有1分50秒的时间，等于我用8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5个挑战了。那接下来的2分钟呢，我们就来大眼瞪小眼吧。哦，你好酸哦！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要出这些题目来让自己这么累。我感觉明天起床应该会非常的酸痛哦。不过呢，我刚刚在开始前有先暖身，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稍等呢也会示范给大家看，单纯的把它擦掉，跟用清水冲洗掉之后，两个皮肤的差别给大家看。3、2、1。 他这边有说 ，best result 就是 tissue off and smooth in any excess， 所以我现在就会用 tissue， 然后先擦掉。他说这个是 best result。先给大家看，这个是我单纯用卫生纸先擦过之后皮肤的状况。现在我可以感觉到皮肤有一点凉的，然后一点就是稍微被收缩的感觉，但整体感觉还是很温和、很舒服的。那这个触感就很像你用那种 overnight mask 的感觉，就是你摸上去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 tacky。我觉得如果你习惯的话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个人的习惯还是会用清水再稍微冲洗一遍。那这个是稍微用清水洗完之后，那你摸 摸起来就比较不会有那种 tacky 的感觉。以我今天过敏一整天的就是情形来说，它的泛红状况是有稍微的改善。那我试过2、3个礼拜之后，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感觉到你的皮肤的肤色有稍微提亮一点。有时候我眼下会有那种很小的细纹啊，或者额头这边会有一些纹路。那在使用几次之后，我觉得是有一点改善。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教会了我几件事情：第1，不要随便接受瑜伽挑战；第2， 不要随便定下瑜伽挑战的内容。那当然呢，今天也是谢谢 Glam Glow 愿意跟我合作，然后呢，也跟我一起想出了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啊，就是蛮荒唐的一个企划。关于这个产品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谢谢大家观看，我要去睡觉了，拜拜。所以呢，今天。 哎，这样有没有很像什么70、80年代的那个？第2个呢是